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夫妻分房睡到底好不好这个话题。那我身边有好多朋友，这种夫妻分房睡的现象非常多，有的说嫌老公打呼噜，或者说彼此互不打扰会休息得更好等等等等的这个理由。其实夫妻分房睡还是夫妻感情出现了问题啊，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修复。夫妻分房睡的时间久了，星与星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，所以还是奉劝身边的朋友们一定不要分房睡哦。